现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在发起号召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我们院也积极响应，准备筹建一支抗疫救援队。我报名。秦芳，你可刚结婚，太太那边能同意吗？如果你真的被选上了，那你到那边去不用担心我，家这边呢我也会好好的照顾爸妈你。